林安基金会每一年按照惯例，拢会举办韩式吃饱膳食活动，分送简单的年菜和礼品给弱势家庭。嘉义市观光协会嘛响应这个活动，由协会理事长张玉龙号召社会善心人士，伫春节之前分送民生物资。一透早就有真济民众唔惊天气冷，到现场排队。嘉义市观光协会希望善尽社会责任，关怀弱势团体。嘉义市观光协会吼，第三次吼来含。帮站长家吼来结一个缘吼，啊来做这个吼，迄个韩式的一个送暖吼，因为阮都伫进行查讲，这个弱势团体在过年的时候吼，嘛拢足欠把这个物资啦，那么希望讲借着这届吼一档，阮这个团队来做，嘛希望咱嘉义市吼嘉义县市这个团体，有哪会当大家踊跃来甲这个弱势团体吼。咱大家来甲做一个关怀。嘉义市观光协会连续三年来帮助弱势团体过好年。虽然观光旅游产业才拄要对疫情的冲击当中慢慢恢复，不过协会嘛是照常办理公益活动，希望透过爱心和关怀行动，吸引更加侪人来帮助这弱势团体。嘉义市议员王明修嘛到场协助分送物资，关心生活艰苦的民众。我们在社会上各阶层，特别是生活比较在经济上比较拮据贫困的哦，一定都会有，那只是一个门槛而已。有时候我们社会上要伸出我们的援手啊，应该予以协助，那以后也许他的日子就能够很平顺。那这是一个社会力，也是一个福利设施的一个延伸。我想能够参与这个活动，我很高兴。林安基金会长期关怀基友、失业者和低收入户，提供这弱势民众工作媒合和社会关怀等等的服务。这个嘉义市观光协会号召嘉义市的观光商家业者共同捐赠物资来做爱心，除了食品以外，还有外套和袜子。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让弱势民众也能过一个好年。记者就是姓彩虹报道。